章第四节安尼讲，无得单顾家己的事，就爱去顾别人的事。咱唔是要去管别人的闲啊事，但是去注意到别人有甚么款的需要。唔是我饱就好啊，我好就好啊。那是看见有其他的人有需要的时，咱会通做啥？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嘛，提醒咱讲，唔通袂记哩。咱做这事的时阵，咱去关心其他的人的时，就那亲像拢咧为着主咧做。但行事出伫心内来服侍的时，拢是为着主咧做。这是分享的时阵。但是分享不是只有大家的感謝跟分享不是只有在十一月每年十一月第四的這個拜四，我們大家很歡喜的，我想過年一樣全家團圓，大家在那裡感謝上帝。是我們有可能在那裡常常來想到說，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要感謝。咱毋是只有伫迄天，咱才想讲有一挂 homeless 的人，有一挂人因安尼有欠缺，好啦，我摕一挂我无想要食的我无爱食的罐头，无爱食物件，摕来去互因无定着，拢有人会食啦。咱伫每一工，拢应该是爱分享的生活。你有看见伫咱的四周围有任何一个人？有时阵，伊若无人同阿甲伊讲话时阵，你坐咧甲伊加讲两句话时阵，你是咧帮衬伊。有人来到伫咱的教会，咱无人无啥人甲伊伫遐咧来拍招呼。你食饭的时阵，伊就一个人坐伫迄度，你当甲伊坐咧伫遐，勿听伊讲话，甲伊做朋友，来讲这礼拜我打电话给你，好，还是讲这一两礼拜我打电话给你咱做伙，有啥物代志，我会当带你到三江的欢喜分享，不是只有伫感恩节的时阵的分享。咱伫后礼拜是大降节，后礼拜是大降节，就是咱准备要领主主耶稣基督出世。其实主要说基督已经出世，但是咱每一摆用安尼来咱底下来庆祝，但是够一个够深、够较深的一个意义是，咱要领受主要说基督会个再来。那安尼，咱要用什么话来面对主要说基督个再来？读到以赛亚三十四章，可能讲是这真正是五万的真理书。因为上帝讲，我的确要做我羊群的牧者，这伫耶稣基督的心中，伫信仰，伫耶稣基督的心中底下来应验。耶稣基督讲，我是恁的牧者，我是恁的好牧者，我唔是请工，我是恁的好牧者，我甚至我愿意我嘛为着恁，为着羊来牺牲性命。耶稣嘛，来讲讲，恁大家以后我拢捌，我拢叫出恁的名，恁拢是我小名名的以后。耶稣嘛，安讲讲，嘿，一百只内面有九十九只伫羊条内面，但有一只叫外面龙龙蛇碰见的，迄个过羊的人咪讲啊，九十九只先过好，不要紧，一只碰见再九十九只过会生。免烦恼，耶稣讲，我要出去找迄只叛逆的羊，这拢是以色列人讲的，讲我的确要做我的羊的牧者。原来耶稣讲，是我就是恁的好牧者。那安尼，咱读以色列的时阵，咱感受到上帝给咱恩望无？是，感谢上帝。上帝讲，咱拢是以小命命的羊啊。不管咱遇到什么款的挑战困难，上帝讲，我的确要做恁的牧者，我已经是恁的好的牧者，当心要记得。